Hello，我是阿龙。那今天呢，要继续来玩我们的《Fossil Four》一城余生四。那上一集结束之后呢，我说要自己上找材料，也就是找这个装甲的这个电池，就是这个核心，然后去跟这个黑人大哥做任务嘛。那上一集结束之后啊，我发现到处乱跑的时候啊，身上居然有几颗在。就是这个可信的东西在，所以呢，就是基本就是乱跑、乱打、乱升级一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诶，刚刚这个头盔是不是脱了什么出来？哦，Go go，Let's go，Come on！然后，那我们现在呢，就去跟黑人大哥做任务。那左是右下角那边呢，就显示我们还有，咦，什么？这是什么那个什么油什么的吗？那我代表说我要盖这个，这个东西，好像就是要盖这个东西给他。如果它是这个什么婆罗门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盖这个东西给它吃，让它吃饭。但是就不要盖在那边了，盖在这里吧。那要盖下去就知道这个，诶，看来是。那现在我们做一下这个零。那反正这边就是他的，那就直接在这里吧。哎，防御有点不太够，没关系，我们都去。啊，是说不是说去做任务，可是却在这里弄。那没关，那我们弄一下之后，我们就去做我们的任务。大家可以看得到呢，就是我这个材料啊，有稍微的相信了一下，应该是说多了很多才对。那是因为啊，上一集结束之后啊，材料什么的完完全全觉得不够，所以我就跑去一直捡垃圾，捡着捡着就资源就变得这么多，但。好，那我们既然是搞定了，那我们去找黑人大哥。嘿嘿嘿呀，嘿呀，诶，黑人大哥了。嘿，只好这样找他。迈向独立，这就是我们这一集要完成的目标。黑人大哥，你在哪？哟，黑人哥，OK，see you there。好，那我们看看是在哪里。我去，那这么远啊！哦，我晕死了，晕死了，晕死了。那。距离这么远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可能一直说路上怎么过去的路上，所以呢，我们就只好到那个城堡的附近的时候呢，我们再回来给大家看。那我们下个画面见，See you。呼，大家好，我们差不多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刚刚从这边走过来。花了超长时间，路上有超多敌人呢。我中途还把这个装甲回去收了一次，啊，还有我就是把这个装甲的外观的颜色给改了一下，也是这个不用钱，但是它有效果的，所以不错不错。Yo，what's up，黑人大哥。Everyone's here, General. There it is. Pretty impressive, huh? Its real name is Fort Independence, but the Minutemen always just called it the castle. Now you can see why I wanted to take it back. Why do we need this place again? The radio tow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but with a bit of work, this place could be a really strong outpost. Know what I mean? Mm. Maybe. Those walls could definitely use some work. I'll admit, it's seen better days, but the Minutemen have never been afraid of hard work. Our primary objective is to clear the courtyard. That's where we should see the most opposition. The wall on this side is the most exposed. But if we circle around south, we could also reach the main gate.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Let's just get in there and shoot those lobsters. No. 龙虾. Split up, we can flank them from both sides. It'll be like shooting fish in a barrel. 诶，有道理。Why not let them come to us? We set up a firing line on this side, and you can draw them out. Well, General, what do you think? 这一个就是夹击，这个就是引他们出来，然后我们开枪，那这个就是冲进去。那其实这个比较简单吧，我们不动，敌人跑出来让我们打，那选这个。Sounds good. We'll hold back and wait for them to come to us. Just don't get trapped. 要我们去哦。All right, people. You heard the general. Let's move out.Try not to draw their attention until we're in position. 诶，不是吧？诶，又有可心了，不错不错不错。不是吧？要装进去，不愧吧你们。果然主角的命就是跑腿的命啊。先补个血，喝一瓶可乐，啊，爽！哦，这个蛋能不能拿的？结果跑出来了，哎，我打这个螃蟹了，要打他的这个，哎呀，这要打，不能打他的壳，哎，小子，哎，走开，拆。简单又，哎，不是圆的吗？敲死，敲死，敲死你！好、啊，那远距离的就用狙击枪来吧。哎，你不要一直动，好不？是说，死真快啊！你们一下子就死成我跟黑人大哥了啊！不过没关系，子弹都是我们的了。哎，还有一个，哎，找到什么东西啊，狗狗？哎，狗狗你不要急，算了，那我们还是先阻击一下吧。哎，也太硬了吧！他这个，换手枪。哦，不，好。打到尸体了啦。哎呀，抱歉，刚刚有点尾气。好，看来中间的敌人已经消灭掉了。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拿。不知道为什么，等等会有一种要打 boss 的感觉。傻瓜，然后
然后呢？ Looks like they've been nesting. We're gonna have to take out these eggs. They'll be back before we know it. Here's how we're gonna play this. You hold here in the courtyard and take care of any eggs you find. The general and I will clear the walls. Yes, sir. Let's do this, general. Okay.哇，这样子弹好浪费耶！这样超级浪费子弹的耶！真的不是说笑，这个子弹夸超大的，这样搞。用敲的行不行？看看，哦，打到狗狗了，对不起狗狗。哎，能拿的呀。之后呢，打光光了。哎，哦，他在下面。先去找他。哎，不是，是上面还有。我的，好浪费子弹啊！不过枪还蛮强的。就拿这个松桂给我们的枪来打这个大只的螃蟹，这些小枪就用来打这个蛋就好了。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子弹是有这个补给还是什么吗？怎么好像一直用都不会用完的？嗯，哎呀，按到了。嗯，还有一个剪，哦，哦，这个小子的踩，哎，没踩到哦。哎，抱歉抱歉，我家里有点小事，我们想要离开一会。好的，抱歉，刚刚拖延，这里有点小状况发生了，抱歉抱歉。那我们继续来清理这些蛋吧。喏，这很明显就是一只 boss。好，女王，还女王那里。哦，感觉这个一直在扣我的血。哦，他过来啊，跑，快跑，快跑！哦，对，哎，这个血也扣太快了吧？一个不注意就死了。啊，不要，又重来啊！还是多点存档好，不然一直死也不是办法。那你，哦，你是要在这里重新跑回去啊？那我们跑一下吧，下个画面见。好的，大家好，我们回来了。那这一次啊，选一个别的方法吧，不然啊，那些 NPC 有。一瞬间就给死光了。还有没有子弹可以捡呢？瓶装防冻剂。Yeah. I need to ask you something. Everyone's here, General. 嗯。Pretty impressive. 啊，都看过了。Definitely. For 600 years old, it's in pretty good shape. That's right. They don't make them like they used to. We take this place back, people. Our primary objective is to.嗯，干嘛一直在等？
Why not let them come? 那用闸机接个吧。We'll split up, and you can join whichever side you. All right, people. You heard the general. Let's move out. 好。说你们衣服都不多穿一件。那既然黑人大哥是不死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帮这一边吧。哎，黑人大哥在这，那我们帮这边吧。哦啊！好，拿出我们这个步枪。看来他们是从那一边过去。好，一个走。哎，还是先来给他们一发。哎，师说你们不是这样直接轻松击毙的吧？你看，立马就死了一个。遇到。看来刚刚是有一个不知道什么 bug 还是怎么样，这个子弹不扣现在没射，踩死你们！这是小只的，直接踩就好了。不要过来，拿上弹好了。哦哦，要装子弹。狗狗又没血了。哎，应该是说另外一边的了。结果还是剩两，算了，再来三个人而已。咦？那什么，那选什么剑法也是差不多的感觉。好，已经在做啦。哎呀，不要撞我，是谁？是，哎呀，小智的，我知道你还没死。哎，丢一颗给你。哎，这样还不，还有两个没死，这样还 OK 的吧？接下来就是上面的了。这用这一把枪吧，这把枪的子弹比较多。嗯，刚不是有一只小的吗？好，那继续。要打他的这个脸，这个头的位置才行。哎呀，没子弹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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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差不多，我们来先来传个档，等等这要打 boss。哦，哦，那先把这个蛋给全部打光光，之后这个女王在哪里？哎，看到。那你下面有一个，你就打黑人代购吧，反正黑人代购不会吃的，不要打我就好了。还好有带这个狙击枪。我的，哎，哎，为什么不是满血的？看来是中了这个毒什么的。嗯，感觉好麻烦啊。还好有船挡，不然又要重来了。看来这一次要更加注意一点才行。见了女王出来，看来还是真的要注意一下，不要踩到那个毒。哇，这个毒扣超级快的，这也太过分了吧，这怎么打啊喂。这个血扣的这个速度难打吗喂。别过来，我跟你讲。哇，这样子弹都不是打在王身上了，吃个薄饼，不解释。哎呦，掉下来了，不是打你了，他不管了啦。乱开枪了啦，啊，怎么这么多小只的呀？啊，得，行。我要一直引着他了。快跑快跑快跑，先打一根针再说，快跑快跑。哦，妈妈咪哦，吓死我了你。哦，我踩到那个毒了，超痛，不是在说你能不能别过来我这啊，你过去那边好不。啊！痛哎！不要这样好不？行，要死了。
我还快了一遍熟了了，呼呼呼！先喘个气，子弹都快要打光光了。哦，你吸的，这个小吃的也太多了吧！ 有没有这么会喷小只的呀？麻烦死了！哎，快点去杀一只，快点，没时间了。 这个毒不能碰得到，碰到我们这要死。哎呀，还是碰到。好，没了，我们继续。哎，又来了，哇，一桶。啊！ 这样不是办法哎，大哥！啊，能不能不要一直生些小只的啊？烦死人了啦！ 一直杀这一个，吃一下这一个，然后吃个补饼，就会太多，不能乱吃，不然等等就没了。你不是这，不是吧，喂？ 哎，卡住他了，好像卡住他了。啊，烦呢，你们，烦呢，你们，鸟屁哟！ 好像也没有很痛啊，这个暴击来了，小只的来了，嗯，盔甲都被你们咬破，你那我们什么嘴啊？哎，烦呢，还跑跑屁！ 这是什么状况？卡住了、哦！抽死你们！抽死你们！还好我穿的这个装甲不然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次。啊，我最讨厌就是。 大哥，你不是还在一只慢慢走吧？喂，居然还升级了，我的妈呀！ 有种你不要跑！
过来，有种不要跑。臭尸！哇，怎么还有？满地都是尸体啊！干！哎呦，还好挡了！哎呦，没事没事没事！不是吧，你妈！哎呀，烦死人了！这个，哎呀！这样下去，根本一集，这一集啊，没什么好看的呀！靠！哇！差被他碰到了！啊！不要来好不？你们好烦呢！能不能不要再来了？烦死人了！啊，烦死人了！你看，整地都是你们的尸体，你们不烦我也烦了。有种你不要跑！烦你！这正是这游戏以玩了这么久以来打的最麻烦的一 boss， 又难打，又小兵又烦，一直叫小兵叫屁叫。叫屁叫！我说你叫屁！又有小吃的要过来了。哎呀，你们烦不烦啊？一整个要崩溃的状态了！啊，终于，终于把他给解决了！哥哥，你没事吧，哥哥？啊，哈哈哈哈，烦死人了！你还在抖，抖个屁呀抖！哎，不过有一把不错的枪啊，光是应付你就已经足够麻烦了啊。那我想这一集要跟黑人代购说个话，我们就这一集就先 end 到这里吧。啊，完全就是没力啊，哎，怎么上去的？喂、哦。看装甲都烂掉一遍了，啊，回去又要修理，材料很贵的好不好？嗯，这边呢也是要打掉吗？哎呀，哦，用错枪。回去之后要把枪给改回来，不要这个自动步枪，子弹没有那么多了，子弹都差不多用，全都用在这一集上去了。
又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来赚回我的子弹。啊，要了。嗯，燕哥啦，不在吗？还是跟你讲话就好啊。When I saw that thing coming out of the water, I was sure we were all dead. Yeah, 我也觉得我死定了。不对，应该是说我死了好几次才对。还打到升级了，我真的是啊。啊，那我想呢，先这一集真的先 end 到这里吧。那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